我来了。今天坐不？好的。你干嘛？不用椅子了，我一边深蹲一边做节目，今天运动量不就有了吗？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。你也才来化妆啊？嗯，早着呢。是呀，我也还在打底呢。不急不急，我先去个水肿。只要我一直用海盐不拍拍拍，你就不知道我已经换好了底妆。你以为我还在按摩？这可是打底神器。啊，我先动一下头发。那没事，我先夹个睫毛吧。你们谁先录啊？我好了，你们的话。